所以要看台东，台东有几啊例，会较真正拢是五月十五去泰摩里参加人立柱啊，去庆祝啊。迄个时阵有位泰摩里甲金峰的人客，总共有100多人。关键附近呢，有哪赶紧来开体检站。二十七一透早，国军第二作战区派出27名官兵和6台轻重型消毒车，前往台东县泰马里和金峰乡两地整理村内沿街喷消毒水。台东县出现3例确诊案例，其中2例都是捌伫5月15日甲北部确诊案例同齐参加泰马里乡一间饭店的宴会。官府今嘛已经考虑157人隔离，其中也包括泰马里和金峰乡的乡长。当地居民也真烦恼，家己敢会去围着？是不是他们所碰到接触过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一点。那尽量劝导民众有参加喜宴的部分做自主管理，那也会每天做电话访查。我昨天晚上跟接手上都跟乡长联系，他状况都 OK 的。他妈的乡噶金峰乡古村，今嘛村镇的出入口也设置牛体温的检疫站，防止古村之间的疫情传播。两个乡的卫生所二七日透早紧急在户外开设快筛站，提供要参加宴会的民众快筛。刚刚去筛检的灯。结果是呈阴性。卫生局表示，民众快筛阴性也是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最好唔通外出。即马台东县因应出现确诊个案，玻璃台东病院即日起清空病床，要收治确诊个案。官府呼吁民众这段时间真正要挂好嘴，安做好个人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